是什么让我们卓尔不凡？作为解放卡车的两大生产基地之一，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生来肩负的责任让我们从未停止思考，同时成就了一汽解放轻汽公司40多年的征途不息。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让轻汽人无比自豪。作为一家拥有5000名员工的现代化企业，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引领潮流？并不断突破自我，为用户开启全新的世界。我们的答案是品质，卓越的产品品质赢得了用户的信赖，并驱动我们不断向前。2014年11月，一汽集团投巨资打造的占地1600亩的轻汽即墨新工厂正式投产。新工厂正在打造成为国际先进、国内领先的现代化卡车生产基地，秉承国际先进设计理念，全面运用自动化、智能化等领先工艺技术，采用高质量、高效率、高柔性的设备装备，以期不断满足时代与用户对高品质卡车的需求。每一辆解放卡车都是我们对品质与生命安全的承诺。全自动化冲压件生产线在提升效能的同时确保了驾驶室的稳定品质。国内自动化水平最高的驾驶室汉装车间拥有153台国际顶尖智能机器人，高品质完成焊接、涂胶、搬运和检测等工作。 JH6 主焊线采用国际一流的4伏电机柔性滑轨输送系统，全部选用4伏焊钳，并率先应用激光在线测量系统，这些共同保证了驾驶室每一个尺寸与焊点的精度。我们在涂装方面同样坚守精品造车准则，第七，选用新迭代超高永透力电泳漆，达到世界领先轿车级防腐水平。面漆则采用智能壁挂式喷涂机器人和自动调梳漆系统，令驾驶室表面得以拥有长久的光泽度和新硬性。我们坚持对车架制造的高标准，不仅承负载重的考验，还需满足底盘轻量化的要求。车架纵梁成型，采用国际先进的滚压自动生产线。当所有努力汇聚总装车间，我们已多项国内卡车行业首创工艺，为每一辆车的一致性与可靠性竭尽所能。总长370米的内饰线以轿车化水准保证了驾驶室总成的良好密封性。两条总装线采用 U 型布置方式，工艺长度总计564米，全力保证下线车辆即为合格产品。我们深知质量是一个精确的全过程，我们严格控制每一个原材料采购件的可靠性。通过在线测量系统、整车检测线和试车跑道，确保产品可靠性和行驶性能。完善的研发设计能力令我们始终有能力设定更高目标，不断创造市场适应性强的新产品。作为一家现代化企业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工艺与技术，更
是管理理念的顺义变革。今天一汽解放轻骑公司不断超越并始终引领，我们拥有的不仅是先进的卡车生产基地，销售网络更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不仅拥有健全的融资支持平台和完善的服务备品保障网络体系，还要从供应商、经销商、服务商到用户与社会的一致首选。今天我们看见一汽解放轻骑无限的未来，我们是一家有决心更有行动力的企业，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创造这样的未来，与用户、行业、国家分享共同的旅程。